来弟弟不累，弟弟不累这首歌，这首歌好好不累啊、哦。那你们就要就是法拉利不要停，开着我的法拉利，不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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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着我的法拉利，我感觉到哪里、啊？这首歌好容易让人家。到底唱到哪里？哎，不是，这是在 KTV 要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首歌的音很难追哎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因为声音很厉害，因为他就是他唱的方法就是他唱的方法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把他就是唱在音准上面，没有，除非你是跟他一样唱歌的那种音准，不然你没办法把这首歌唱好。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难的，可是他有很多不同的段落，所以刚刚我们听音乐。单听音乐，我们会不知道现在到哪里，大家说很尴，真的。因为我们，因为他的不累都登不出来，这节目歪掉，没有歪掉，我们还是一个优质介绍音乐的节目，对。音乐节目呢，我们看一下刘若英，对，要 Q 到刘若英，我们看五月天就把那些好形象的东西搬出来，对。好啦，其实哎、欸，所以在 KTV 真的是这个是不好哎、欸，这一定要有 KTV 那个字幕啊，对，我觉得对、啊、这个好可怕哦、喔。好啦，那我们坐下来，坐，我们刚刚那一 part， 我们那一 part 跳鬼狼鬼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直播尴尬是不能剪掉哎、欸，对，所以他们就看到我们就是好尴尬这样子。刚刚是牛肉场，下次不要，下次我还可以顺便就是吃一下基隆瑞士的豆腐这样子，也不错。我其实你是不是很想吃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其实从开始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眼睛一直直盯着他们两个，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我觉得你有意思，我是挺欣赏他们的、啊，因为我喜欢有才华的人。哎呦，我也喜欢身材好的、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这做哥哥就不跟弟弟讲了，有没有男朋友啦，是不是单身呐、啊？哎，讨厌，不要这样啦。那哥哥就跟弟弟讲了，就是我绝对没有跟大家说他上一个也是水瓶座，上一个水瓶座，真的假的？那水瓶座不 OK 吧？哎、欸，我乱讲的啦。最好是不 OK 啦，你在母羊的不 OK。水瓶很难沟通哎、欸。哎呀，水瓶的思想跳太快，就很大男人，极度、对，这极度大男人会吗？那你觉得、欸？极度我们控制狂。哦、oh, ，对不起，因为你们俩跟我也没交往过，然后你直接问我，我一说个性，我说大家在事业上的工作，对，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有点太自主性太高，就是自我意识很强，对，自我意识很强，然后有时候人家讲什么不太会去听进去，不要再讲了，我要哭了。也不错啦，我们这群人的影片也是，对，这群人抱怨团队，好，要来讲是不是？我们大家来讲、啊，大家来讲了，我们大家来讲下一趴的活动。你们会不会之后明天就没有在一起主持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现在跳轨，我们一定想看王尔唱那个唱火，然后跳一段。对，还有一个，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改编成好看。哦，好看的影片。对，你们听听看就知道我刚刚在讲什么。没有，再次。再次没有啦，其实这就是刚讲的，就是很多人唱这首歌，但是他们唱歌很好听。欸，有一个人的麦没有开哦。It's me。对，就是他们唱歌很好听，但唱这首歌，我每次都觉得，怎么哪里就是怪怪的。嗯，感觉不是婷婷的问题，对，水平很极端的，水平都很花心，水平很极端，对啊，天哪、啊，哇，对，你水平真的很不好、欸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个影片好了，我们来跳看改，看改编的。不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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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法拉利决定停顿的不累，傻傻的不要停。哦不要停，一起 play。 年轻帅的赶快来做我最佳男主角、yeah、温柔体贴对我好，身体耐操一起棒棒棒棒。年轻帅的赶快来，不用在乎我是谁，我就是你的最大女主角。法拉利的婷婷，
是不是？你们知道我刚刚讲什么了吗？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不够多，没有办法就听到没有这么朗朗上口。嘿，就刚开始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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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哎有旋律，可是到最后又觉得哎。他一直在转那个调，一直在转弯，所以很难抓那个点。所以我们刚刚会一直不知道到哪一段。对对对对、但是刚刚那个男生唱的很好听，他把他编的，还有加那种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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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，就是他把他补救。那婉婉，听说你很会照相，那你要不要用你刚刚那个走台步的那个样子？